抗路一个技能秒人最快的英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谁还能再多说一个，小李就送他一款皮肤。一直被称为单挑王的凯，靠的就是他那超高的伤害，一刀万爆的玩法，让所有脆皮都害怕。凯的大部分技能都能给自己提升大量的输出，被动在单挑的时候能够造成额外 50% 伤害，大招开启后能获得200攻击力，二技能使用后还能强化下次补攻，造成额外物理伤害。再配合宗师的强击被动，也能强化下次补攻，配合一身的暴击输出装备，这集合了所有伤害加成的一刀砍下去，绝对能直接带走一个小脆皮。只不过凯这个英雄有很大的缺陷，他必须要想尽办法贴近敌人才有机会砍出那一刀。无奈的是凯的机动性实在是太差了，李信虽然总是被反甲欺负，但不得不承认他绝对是秒脆皮最安逸的英雄，光信的所有技能都有很高的物攻加成，尤其是大招还能够通过蓄力进一步提升伤害，如果有脆皮不小心吃到了，满蓄力满剑气的大招一定会被瞬间蒸发，而且大招还有着范围广、距离远等属性，能够让李信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就可以轻松秒脆皮。最重要的是在大招蓄力期间，李信还有霸体和免伤效果，保证了大招不会被打断，也不会先一步被对方秒掉。与大部分边路英雄都不同，马超是属于刺客型英雄，而且还是秒人最快的刺客。他的被动能够在拾取到一把枪的时候暂时的增加自身的移动速度，要知道马超所有的额外移速都能够增加自身的伤害，那一瞬间伤害直接拉满，而且马超的被动还能强化下次补攻，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吃到暴击和法球的收益，再搭配一些增加暴击暴伤还有移速的装备，疾跑一开伤害瞬间爆炸。马超秒人还有别人比不了的地方，他的移动速度可以轻易追上任何他想要追的英雄，他的攻击距离可以在一个安全位置连续输出，总之就是非常的好用。蒙恬和凯一样都是靠着各种强化来提升普攻伤害的，防御姿态会改变普攻方式造成额外伤害，蓄力普攻会增加 20% 物理伤害，满兵士还会额外造成 20% 伤害，大招召唤的小兵都能增加伤害，秒脆皮只需要开启大招满蓄力的一枪就足够了。当然了，蒙恬要比凯更优秀，他的强化普攻范围广，攻击距离长，如果配合闪现使用很难被规避掉，他还拥有非常强烈的位移技能和控制技能，可以直接越过前排把脆皮控住，让对方100%吃到自己满蓄力的一枪。最重要的是强化普攻蓄力期间是霸体状态，拥有大量的减伤属性还有免控能力，让蒙恬的输出环境非常安逸。前面几个只能秒脆皮，吕布可是连坦克都能秒得很角色，真实伤害可以无视抗性，只要不是那种高血量英雄都吃不消吕布的伤害。后期的吕布一身输出装，只要武器附魔可以依靠一技能的超大范围还有闪现来调整位置，稳定的让对方吃到伤害。最可怕的是吕布的一技能拥有高达 190% 额外物攻加成，只要吕布专心的堆攻击力，不需要暴击这种人品属性也能轻松秒掉他想秒的人。小伙伴们还能想到哪位对抗流英雄秒人要比这五位还快吗？谁还能说出一个，小李就送他皮肤，要把答案写在留言区哦，拜拜。